大家好，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收绳结啊，非常简单的一个收绳结。我们把绳子这样装好之后，整理好之后啊，然后呢留出一段绳尾啊，然后把这个绳尾这样折过来，大家看折过来呢，它就是形成一个绳儿啊，形成两股之后，然后我们从下方这样穿过来，给它穿过来呢，我们从这里再穿过去，打一个结啊，这样拉紧啊，拉紧之后我们再绕一圈，再绕一圈呢，我们从这个圈中再穿过去，我们这样整理好，大家看，这就是一个悬挂式的一个收绳结啊，非常的方便啊，挂在哪里非常的给力。